大家好，这里是法拉盛四十路王子街的路口。有时候这里会放置一些未领完的菜，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路过的人拿走。但是最近有西语的工作人员开始驱赶拿菜的人，把很多还能吃的菜直接当垃圾处理掉。菜呀，你们不要。到了。好好的青菜就这样浪费了。有一个华人妇女拿到一瓶饮料，但遭到这名西语工作人员抢走，之后是被他自己喝了。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美国政府拨款给大家提供免费的食物，是不可能拿快过期的饮料来应付的。从他抢饮料的动作上，我们看得出来，他不是一个善良的人。美国在这次疫情里浪费的食物数不胜数。你看，这里有30盒豆角，就这样扔掉了，甚至都没有给别人发放，也没有让大家自己领取，直接就这样扔掉了。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免费食物中心在剩下多余没有发完的菜和食物的时候啊，还会拿到缅街上去见人就送，有时还会送苹果。但是现在早已经不再主动给别人了，甚至你去拿食物，他们还会阻止，大量的食物就这样浪费了。